来自万出生的崔瑞娜近日发行新专辑回归，但这次的主打歌 Hit Rodrigo 引用了美国流行歌手奥利维亚·罗德里戈的名字，且 MV 中更擅自使用大量奥利维亚照片，严重侵权的行为引起极大争议。随着争议延烧多日， MV 日前无预警被转为私人影片下架，而崔瑞娜近日陆续登上打歌节目宣传，但经纪公司就宣布崔瑞娜因状态不佳，因此取消了节目原定的后期录制。经纪公司表示，对于频繁的日程变更，请粉丝们谅解，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恢复艺人的状态。消息一出，瞬间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